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各位善知识，大佛经首楞严经第六卷，就是文殊菩萨选圆通啊，前面24位都卷去了，现在是选观世菩萨的耳根圆通。我今白世尊，佛出娑婆界，此方真教体心定在英文，欲取三摩提，持以文中肉。我文殊菩萨自称，我现在禀白于释迦牟尼佛，佛出娑婆界，佛就是指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是出在娑婆世界修行成佛的。既然如此，那么这个地方就应当以娑婆世界的众生根性呢来做标准。所以说此方真教体清净在英文，此方就是娑婆世界，此娑婆世界的地方真正可以做众生修学佛法的教体就是以耳根的闻的功用啊为第一清净，是由此可以断烦恼了生死，回佛到原本的清净之心那么就要从耳根入流妄所，从这个地方下手想要求证三脉，三摩提就是三脉想要取证三摩提求证三脉就是圆通时宜文中入，实实在在要从耳根闻性这方面来下功夫才能够证入三脉。那么这是说明娑婆世界的众生耳根最利那么尤其佛在世的时候的说法，那个时候还没有用文字记起来纵然有分量也很少那么差不多都是从耳根闻法呀有所体悟佛法，所以在佛在世的时候学佛的人呢闻法都是口传用嘴巴讲出来，由这个法音呢传到耳根，听到之后了解佛法了，由此证入修行也就是靠这个方法，那么闻过之后才能修学，所以以闻呢为这个娑婆世界的教体最重要的一种。那么除掉闻之外用心去思维从法尘用心去思维一根法尘也可以做这个教题，但是这是要闻法以后才能够做到，不闻法自己怎么能够思维的说这个法义吗？所以就是异地的思维能够修学佛法修观，也要从闻而再入。到了佛入灭以后，由佛经流传在世间，如果靠自己眼根去看经由此能够依法修行而成就，那也可以把这个色尘为教体
有眼根看金可以悟肉。那么这是在佛灭度以后由看金学教，然后由此修行证入他方世界，那就不一定了也可以在香味触三种法的法的方式，从鼻根，从舌根，从身根在悟肉，那是他方世界的事。现在我们专说我们这个世界需要从耳根入门，所以十方真教体清净在英文那么想要求证三脉，必定要从耳根闻法而入手，所以十一闻中入。上次讲到这里，接下去因为这里二十五圆通就是观世音菩萨他亲证的那么因此这里赞叹观世音菩萨的这个耳根圆通的修法至极微妙，所以经文接下来赞叹观世音菩萨说：“离苦得解脱，良在观世音，于恒沙劫中，若为成佛国，得大自在力，无畏是众生。真正离去九法界的一切所有的生死苦，就是分断生死、一变异生死，这个苦通通能够离去，得到究竟佛果的解脱，那就是观世音菩萨的法门，耳根圆通。良哉，观世音，这是赞叹。良就是好，观世音菩萨的耳根法门实在太好了，所以称为良哉观世音。而观世音菩萨他在无量劫来恒河沙数劫中，在十方世界为成数那么多的佛国，为成佛国显示十方世界的佛国，佛出现时间度化众生的因缘很多而观世音菩萨就在这些无量世界无量佛的这个环境中，他做自行化他的事业自行成就了之后，他的大自在力大自在就是他能够在数穷三际横遍十方的境界里面，能够如法自在，如前文所说的所谓三十二应、十四无畏、四不思议这些都是观世音菩萨的自由自在所表现出来的度化众生的这个不可思议功德尤其使众生离十四种的部位得到大无畏的功德，是无畏是众生，所以观世音菩萨也叫做是无畏者这在前面十四无畏当中呢说得很清楚了接下来几句话是赞叹观世音菩萨：妙音观世音，梵音海潮音，救世西安宁，出世或常住。妙音，妙是微妙这是赞叹观世音菩萨现身说法，三十二应现身说法的微妙说法不会有所停滞，自由自在应以猴身得度，即现猴身说法，这是妙音。观世音是赞叹菩萨他能够熏生救苦就是赞叹他的十四无畏的功能他能够熏生救苦，众生凡是有苦难，只要称念观世菩萨，菩萨随时就使他能够远离苦恼，得到安乐所以观世音就是赞叹他能够熏生救苦。梵音，梵就是清净的意思就是说明菩萨说法清净无浊梵是净的意思，就是他说法
因性清净啊，使众生如法体悟，而由此断掉烦恼啊，除去贪嗔痴，成就啊出世间的功德。海潮音，这是赞叹观世音菩萨应机说法呀，一定是不会有所偏差啊，随情随道，随念随应，好像海潮，海里海水的涨潮啊，它有一定的时间啊，到了什么时候海水会涨起来，涨潮什么时候退潮，这是一定的，不会有所改变。那么观世音菩萨应机说法的情况啊，应不是时，凡是有所感应啊，不会失掉该啊度化的众生的根基，不会失掉这个因缘，所以叫做这个海潮音，就像海潮一样啊，不会啊失掉这个涨潮的时间，叫做海潮音啊。就是西安宁啊，出世或常住啊，这是总赞叹观世音菩萨的大悲力啊，救度世间所有苦恼众生，能够就近离苦得乐，安宁就是乐啊，安静而宁静，使他身心得到清净，这是啊海潮音的啊这个殊胜的感应。假如有人发心要断烦恼了生死，要成就出世间的圣果，菩萨也加倍他，使他能够获得如法成就。所以如果要出世间要证常住的功德，就是真如自性，要求证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这个常住之理，菩萨也会扶持他，使他满愿而得到究竟成就。所以呀、啊，这是显示观世音菩萨他出，无论你要求世间的离苦得乐，出世间的究竟解脱，样样都在满愿。这个在前面观世音菩萨的所说的这个耳根圆通的文字里面呢都有提到了啊、这是文殊菩萨赞叹观世音菩萨的殊胜功德。下文接着就说明耳根圆通的圆、通、常三种意义啊。先说圆意啊，我今起如来如观音所说，比如人定居十方聚集谷，十处一时闻，此则圆真实。这先说圆意，耳根圆通的圆意。现在这里所说的还是按照普通一般六道凡夫里面的人道众生的环境而说，不是指出世间圣果啊。出世间圣果呢不用说了，就在我们凡尘六根耳根的力，它就现在就具备这个圆通常三义的。所以这是越我们现在的耳根而说，凡夫的耳根啊，我今起如来，我文殊菩萨自身，现在我起白于你释迦如来啊，如来就是释迦牟尼佛。如观音所说，按照前面观世音菩萨所说，实实在在耳门呢是特别殊胜，就在凡心上它就具备圆通常三义。下面就一一分别，比如不是比喻，这个比如不是比喻，是举例，举个例子啊。人家比例是由另外显示法义，把这个比方显示法义，现在是直接把这个道理显出来，就举出凡尘就具备圆通常三义的例子来做说明，不是比喻啊。这个比如两个字你不要看作比喻，看作比喻是错误的，因为它没有显法义啊，因为它这个当地就是当地就是显示这个道理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叫做举例，举出这个例子来啊。
就是因为我们凡心的耳根啊，就有这个圆通常三种的意义的例子可以看得出来。人静居，假定说我们没有事，坐在一个地方安静的坐下来啊，就是在房间里面也是一样啊。十方聚集鼓，十处一时闻，这是原意。十方，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方下方，你坐在这个地方，十方同时敲鼓，击鼓就是打鼓的。假如我们坐的地方东边有人在敲鼓，西边南边北边都有人敲鼓，还有那个四围的角角的地方，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啊，假如你坐在楼上的房间，你住在二楼，三楼是看作上方，一楼看作下方，三楼有人敲鼓，一楼有人敲鼓，这不就十方了吗？这十方同时敲鼓，东西南北四围上下都在敲鼓，共一个时间同时敲鼓，耳根呐，它可以同时闻到。你不相信，不妨试试看了，啊，就是叫这个十个人在十个方向，同一个时间约定某一个时间把鼓敲响，同时敲，你的耳朵是不是同时都听到了吗？绝对不会说我只听东方在南方没听到，或者是我只听西方在北方没有听到，没这个事情。十方敲鼓，十方同时闻到，啊，这就是原意。啊，缘周遍了，啊，就是我们凡心的耳朵就可以在这个十方的所有的音声同时闻到，这就是表示缘的真实意。缘真实就是缘意，这个同时可以闻到十方的这个声音，就是缘，这是实实在在的，一点也不假的，啊，就以我们凡心的耳朵就可以呈现出来的，啊。那么以此为例，可以知道其他五根是不如的。其他五根，眼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都不如。下面就把这个道理说出来。目非观障外，眼睛前面有一点遮障就看不到了。哎，你看我把眼睛遮起来，这个遮障纸而已，很薄啊，紫外的东西我就看不到，只把我的视线挡住了，前面的有东西我就看不到。目非观障外，障是遮障，遮住了，哎，哪个东西遮住了？外是外边，哎，障的外边的事物看不到啊。这个很显明的事实吗？啊，不管你这个遮障距离多远，靠近也是一样，距离也是一样。例如说我们看这个这个门外啊，门如果遮住的话，那么门外的东西你就看不到，嗯，目非观障外，正前方眼睛正对的地方尚且看不到，那么其他可想而知了。那么其他的地方凡是有障碍，眼睛都是看不到的。口鼻亦复然，他这个当时这个文字调错了，啊，应当是身于口方之，啊，然后才是口鼻亦复然。看文字就可以知道了，因为口鼻呀，亦复然，那个亦复然也是一样嘛，也是一样，可是不是像眼睛的障碍物就没有办法接触，不是这样啊，所以。先说生于何方之，啊，经文已经定下来了，我们不能改。但是讲的时候，我们看应当有了解，应当是目非于观障啊，观障外，生于何方之，然后才是口鼻亦复然，啊，这个亦复然就是跟生一样的，啊，生于何方之，身体要接触了。才知道我接触到什么东西，啊，那么口跟鼻也是一样，口应当是舌头，舌根呢，
指的是根。为什么用口呢？不说是鼻亦不然，因为文字上在中文的念法呀，如果用舌字读起来不调顺，用口字比较调顺，而且这个舌头一定是在口里面的，在嘴巴里面的。谁的舌头不是长在嘴巴里面呢？难道有人舌头长在鼻子玩？不可能的，舌头一定是长在嘴巴里面，所以口里面有舌头啊，舌头在口里面，所以说口鼻口跟口就是舌根，鼻就是鼻根，也是跟生根一样。所以亦复然，这个亦复然是说跟生根要合方之一样啊。生根要接触外境，碰到了才会知道。口里面的舌根也是一样啊，如果你不吃东西，舌根没有接触到吃的东西，那味道就不知道啊。那个吃的东西放在桌子上，问你什么味道，你虽然看得出来，哦，这是什么东西，糖是甜的，盐是咸的，可是你不吃，舌根没有接触，也不知道它咸有多咸啊，甜有多甜，不得而知。所以必定要接触舌根跟味神接触了才会知道啊。所以跟身一样，亦复然，亦复然也是火方式。鼻根也是啊，你点香嘛，沉香，假如你没有接触到沉香的这个味道，你不知道这个沉香是什么样的味道啊，也是接触到这个香的味道有多香，你才会知道。必定要这个香味碰到鼻子啊，就是跟鼻子的空气接触到，知道这个是香啊。所以也是亦复然，跟身根一样，何方知。所以我们读经啊，虽然顺着文字读，目非观障外，口鼻亦复然，身亦何方知，这样读。但是我们了解，必定要知道口鼻亦复然是在身意火方之下面的，所以了解它的意义是应当看作目非观障外，身意火方之，口鼻亦复然啊。这是说身这个除鼻根哈，跟这个舌根跟身根都不如像耳根那么圆满啊，能够十方同时知道。这三样三根呢，它必定有接触，而且只有一个，不能有同时说我能接触都几个啊，那么必定要接触到才知道，所以这比较起来就不如这个耳根了。心念分无序，这是说一根，一根它可以想了，不会有障碍了，无论是什么境界，它都可以想了。可是心念的妄想所想的东西纷扰而不能专一，没有头绪，乱想没有头绪啊。所以这个心里的妄想跟同时闻鼓声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啊。鼓声响了我可以同时听到，心里的妄想虽然你可以打妄想，但是也不可能一个时间同时打十个妄想，一个时间只能打一种妄想，想一个，你不可能同一个时间想两三个事情。如果有的话，甲想完了，然后想乙，然后想丙，不可能甲乙丙丁同时想，这也就不如耳根了。所以这六根当中，耳根最深，耳根最熟悉，是耳根才有原意、原真实，鼻、舌、身跟眼睛跟一根都没有这个原因，所以不如。这是说原真实。接下来说通真实，各缘听音响，狭而聚口闻，五根所不起，是则通真实这是说耳根闻声的通达各缘听音响，响各住了啊，
例如说我们这个墙隔住了啊，房屋隔住了，大殿里面所有的声音，唱赞啦、敲打呀，我们都会听到。啊，围墙外有声音，我们都听到。啊，正在选举的时候，他们选举的这个宣传车子在墙外经过，声音还比我们大，都听到。各组墙垣，垣就是墙了。各组墙外，外边有音声。有音声响，都能听到，所以叫做各园听音响。狭园，近，无论是近园，同时都能闻到，它不会挡住你，只要你的耳根力，能听多远的声音，多远都能听到。假如你耳根很利的话，说不定朝猪的声音你都能听到。我们在晚上很近的时候啊，我在楼上啊睡醒了，听到潮州的火车声，从前的火车声，轻康轻康轻康，有声音啊。我们这个屏东的乡下人啊，福报很大呀，十几年前还能坐到日本时代的那个货车当客车的，我们都能坐到那个车子，我坐最多了。因为凡是要出去上课的时候坐火车，经常那个普通车都是哪一类东西，都是从前日治时代的货车。我们干货给他在啊，我就坐了不晓得多少次了，一直到民国50年、60年、70年都还有，什么时候才没有，我不得而知了，记不得，也许现在还有呢。那么潮州这么远，晚上很近的时候，火车声我们都能听到，这不是狭而具可闻吗？近的当然闻得到啊，狭很远的地方，潮州不是很远吗？可是我们都能听到了，所以耳根是最通的，五根所不齐，五根除掉耳根以外的眼根、鼻、舌、身、意，都不能够跟耳根相比了，那么这个吃东西，鼻子闻香，眼睛看，眼睛虽然能看远一点，太远你也看不清楚啊，所以呀，只有耳根最利，所以五根不能跟它相齐，四则通正识，这是通达，耳根最通达，这是现在我们就可以体验得到的，显示这个耳根是最利、最殊胜。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具备圆真实、通真实，这很显明，经文里面说得很清楚了。